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，今天吃一个豆豉炒回锅肉。这样炒出来真的香得很。这个豆豉的话是咱们本地的小黄豆做的，没有臭味，没有酸味，吃起来是香香的。豆豉的话是这样，咱们湖南的豆豉，这个是咱们当地村民纯手工制作的，没有任何添加的。配料表里面就是有黄豆，黄豆食用盐、辣椒、生姜、菜籽油，啊，有麻辣、香辣两个口味可以选择，直接拌饭吃也可以，炒菜吃也行，直接拌饭、拌面、喝粥。吃米粉都可以放，炒菜的话可以炒回锅肉啊，小炒肉啊，还可以炒那个鸡蛋啊，豆豉蒸排骨、蒸鱼头都是可以的。咱们炒这个虎皮尖椒也可以啊。尤其是炒这个回锅肉，绝绝子，再配上肉。妥妥的一个下饭菜，过年的话一定要备上这种下饭菜，才下饭啊。我要回去加饭去了。